上第一时间，早餐店顾客、店家全部冲出去逃生，瞬间扬起大量尘土，房屋往下陷。不断的呼喊，整栋大楼呈现45度，一楼早餐店直接垮掉，消失不见，里面还有人受困。有压到对不对？关了，但是总的没有关。瓦斯先把它关掉。不要摸那个电线，很危险。二楼变一楼，店面直接陷入地面，消失不见，画面相当触目惊心，只能不断指挥大楼内的人尽快逃生。30多年前建这个房子，防震系数都有加强，但是这次，地震哦，上次熬过02、06，这次地震不是摇晃很厉害，人也站不稳，啊，手机也。人跟手机全部甩出去，他讲这次地震实在很大，惊魂未定。3号早上7点多发生规模7.2强震，余震不断，花莲震度6级以上，在市区北滨街一栋5层楼建筑，一楼梁柱应声断裂，造成整栋建筑物往马路倾斜，红色屋檐被压在地面，店家来不及反应，连瓦斯都没关，幸好全部都紧急逃生，目前没有人员伤亡。但地震剧烈摇晃，真的只要差一秒，可能就受困在屋内。就怕路面出现裂缝，驾驶全部停在路边，不敢继续往前行驶。余震不断，民众相当惊恐。